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各位请翻到那个附表的第六面。我们接着还是来谈这个生相。好，这个八功德水当中，这个水，好，它。这个会发出种种微妙的声音，说法的声音，好，这个就是声相。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声音，我们平常听到的声音，这个风声、树声、水声，啊，男子声、女子声，啊，或者这个车声，各式各样的声音。那听到这些声音之后，我们内心要不是无忌，万就是贪嗔痴。好，这些声音带给我们的都是跟无明跟烦恼相应，但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音呢，哈，这个水波荡漾的这个声音呢，全部都是说法的声音。就像我们刚才上课前，我们大家静坐，好，然后来听，好，这个唱功上人的佛号，我们觉得，这个身心啊清净，啊，觉得这个世间的尘劳啊、垢习啊，都能够消除。那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能够这样静下来听佛号的时间、听法时间，往往是有限的。而在极乐世界，它这种说法的声音、清净的声音是恒常不断的。那这个是极为殊胜处。那我们看到这个声相当中，它分为四段哈、哦，正明出声和善应物闻，这个我们都讲过。善应物闻就是说，这个发出来的声音，八功德水啊，这个水波荡漾所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呢、啊，能够弃众生的机，啊，众生的欢喜听什么样的法，那这个水声就显现出什么样的法。好，那听这个法之后呢，能起善。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听法之后，我们可能会升起欢喜心，好，那也能够在我们心中栽培善根，但是不见得马上就能够起善，好，能够起这个善业的力量。而且是这种中道相应的这种出世的善业的力量，在娑婆世界听法，往往是没有这个力，没有办法这马上达到这个效果的。而在极乐世界，这个好听到是个说法声音好之后，马上就能够起中道之善。我们看到这个文，随顺清净离欲，即灭真实之意；随顺三宝离无所谓不共之法。就是说我们听这个八功德水所流露出来的法音之后，那可以随顺于菩萨道的因跟果。刚才念的这段文是随顺于菩萨道的果，菩萨道的果是什么呢？也就是佛果。好，那佛果的功德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涅槃极灭乐，一个是菩提觉法乐。好，涅槃极灭乐是所证的不生不灭的这个境。好，然后菩提觉法乐是在成佛之后所成就的这种殊胜的智慧。好，那随顺清净离欲，即灭真实之意，这个是随顺于果上的涅槃乐。好，这个涅槃无为之乐。好，涅槃极尽乐。然后随顺三宝离无所谓不共之法，这个随顺于果上的，好，佛果上的菩提觉法乐。好，我们稍微把这文字解释一下就可以了。好。所以说，我们看第一个，随顺清净离欲，好，因为离欲，所以能够清净。那这个欲的话，指的不只是世间的五欲，而包括一切的见思尘刹无明，所有的烦恼都称之为欲。好，听闻极乐世界的这个说法声音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弃入中道，而离开这三种惑。好，那这个是清净离欲，这个就破来说。那么极灭
所以你勤勉坚持自己这个就立啊，成立这个功德，能够契入这个法性勤勉啊，法性真实之意啊，这个是涅槃寂灭乐。再来呢，随顺这个三宝好的所具足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这些都智慧的功德。好，三宝当中智慧的功德，那这个是菩提觉法乐。好，就是我们听闻这些美妙的乐声、说法声之后，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能够跟佛果上的这两种功德相应。那这个心是跟中道相应，跟佛果相应的。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栽培善根，但是呢，那个不见得马上就能够这个这么样的随顺，但是在净土听法，当下随顺因果。在随顺因，就是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随顺于这个神通智慧的菩萨，还有神通智慧的声闻所行之道。好，那他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就能够升起这种善根。好，就像三论七大品所说的这个五根，好五力，好升起善根啊，善根有力就是五力。好，那这个是能起善。再来呢，能生乐，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故名曰极乐。无有三途苦难之名，在极乐世界不但没有三个道，连三个道的名字都没有。好，那这个是用无苦来说，但有自然快乐之因，这个是用有乐来说。好，这个所谓自然就是乘性，好，乘和自性而发起的。好，在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音声叫做自然的，好，快乐之音。快乐之音就是前面讲的，听了之后，好，这个能够灭除一切障碍，然后成就这个菩提道，好，这个菩萨道因跟果的这个功德，好，这个是快乐之因。所以总结，是故其国名曰极乐。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音，就是有这样的功德。我们在娑婆世界众生的每一个人呢，这个对于五尘境界啊，各有所好，有的喜欢这个眼见色色尘啊，比如说有的比如说艺术家喜欢会画画的人，他对这个色尘特别敏感。那么这个喜欢有人喜欢音乐或者音乐家，他对声尘特别敏感。那么有的人对这个饮食特别敏感啊，这个味尘触尘特别敏感啊，味尘香尘特别敏感。那么有的人对这个质地啊，这个粗细啊，身体这个接触触尘特别敏感。那所以阿弥陀佛就是很善巧方便的，随着众生的因缘，这个外在的五尘都在说法，然后你对哪一层特别敏感，好，比如说你对声音特别敏感，好，那你这个就假借这个说法的这个声说法的声音，来使众生能够悟入这个佛道。好，那这声相，那接着呢底下说明这个宝花充满，好，这个我们看这个大纲就可以了，这个宝花是多片世界的，好，然后这个每朵宝花它都有百千亿的这个叶片。我们那个莲花，我们看一般世俗的莲花，好像叶片等于就是比如十几二十片了，但是极乐世界的莲花它是百千亿亿片的叶片。然后呢底下第三个，各出多光，每一朵莲花都能够散发出无量遍的这个无量遍的这个光明，有无量种色的光明，而且是放大光明，超过日月光。我们在心中想象，在心中观想一下，我们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莲花有无量个叶片，然后每个那个叶片呢散发出无量种光明。好，那或者有的莲花它是单色的，青黄赤白单色的，好，但以这个单色为主当中，又能够在这个单色当中又散发出其他无量种色，好，等于有主有伴。好，这就是法界缘起嘛，这个法界缘起一个主一个伴，那极乐世界就是这个相，就是法界缘起的相，各处多光，然后各处多佛，然后每朵花各个出36,000,000亿光，
那每一种光各个数三十六百千亿尊佛，然后每一尊佛各个放百千光明，那这些无量诸佛无量光明散发到十方世界，为十方众生所为妙法，使一切众生各个能够安立在这个诸佛的正道当中，趋向菩提的正道当中。好，这个就是宝花充满。好，我们再回到附表第五面，上面最上面那个我们那个总设的那个表。好，净土。好，这个表就是帮助我们各位在观想的时候用的。好，净土的时候我们先观想啊，这个持相八根，这个七宝池，它的这个体量好是众往生前就各一等，它是个正立方形，然后呢，它这个长宽高啊，各这个几百公里，或者是上千、上万的公里这么大，然后接着依的这个经文，接着依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再去观察，好，自己的观察水池的庄严，有这个一宝乃至七宝众宝所成，底沙也是一宝乃至众宝所成，好，狮子旁边有旃檀树，七宝所成，那么水上有这个莲花。那这个莲花就像刚刚讲刚才所描述的百千亿叶，然后那个每一朵莲花放百千亿光明，每个光明当中各个有百千亿佛，那每一尊佛又放各个放百千光明，散发到十方世界。好，像依次的去观想，然后自用好就浅深随意，好先观想这个池，然后接着呢观想池里面的八功德水。八功德水我们把它总是就是约六成色身相关的触法六成的功德色法这个水啊，它是由七宝色所成的，很庄严。然后呢这个进入无形，就是说纵然在怎么深深几千几万公里的这个池底的这个底沙，它也能够看到，就可以想象这个水的多清澈。那香就是不错，好，这个鼻嗅香好不错，而且是有种种这个香气。好，极乐世界的众宝都是有香气的。那蛇的尝这个味，好，这个味是很甘美的。好，然后这个触，好，这个身体接触到八功德水，好，这个就是冷暖得中，好，刺激得所。好，那这个是触，然后在这个声。好，就是刚才我们刚才去循着经文去观想的，好，有无量说法的声音，那么随顺众生因缘，众生听的时候欢喜无量。好，这种欢喜不只是说我们听闻佛法的欢喜，而是说真正得到利益的欢喜。好，当下跟这个中道相应，跟佛果相应的欢喜。那这个法尘就是心中，好，接触到这些境界之后，好，内心，好，这个。内心的这个造作，就是饮食调适，隐隐无患，常养出根，增益善根。好，那我们就是八功德水的观想。那么接触到这个八功德水之后呢，身开神悦体，心荡出心口。好，身来说啊，这个身有身会升起种种愉悦，好，殊胜的清安乐。那心的话呢，在这种清安乐当中，我们的心能够破除见色尘沙无明惑三种惑，当下都能够扶住。好，那然后再观想这个水上的这个花像。好，那这个就是极乐世界以这个水作为佛事。好，极乐世界中本来是不需要水来洗涤的，因为它身体都是清净庄严的，不需要像我们身体，每天会脏啊，要洗个澡啊，不需要，因为它是灵外化身的。好，然后它主要就是透过这个水，好，来做度化众生的，好，这个佛事。好，那这个庄严水功德，我们再看到，讲义第六面的下面，庄严地的功德。宫殿诸罗阁观十方外，杂树一光色，把鸾片围绕。
察。那这个地的功德呢，它主要就是以这个影像作为佛事。好，为什么呢？宫殿出了阁，观十方无碍。好，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宫殿楼阁当中啊，的这个墙壁啊、地面啊，都可以观察到十方这个佛土，没有障碍。好，那为什么要安立这个功德呢？那可以从凡夫跟菩萨这两方面来说。好，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啊，凡夫和极乐世界的菩萨这两方面来说，比如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刚去的时候当然是属于极乐世界的天人，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果，所以称之为天人。然后呢，你在宫殿楼阁的地面还有这个墙壁等处都可以看到十方佛净土。那么十方诸佛教化众生，那么十方这个还或者相反的十方众生受苦的情况，好，在三恶道里面受苦，而且我们那时候都有神通，你能够看到是谁在受苦，是你过去生怎么样跟你有缘的，甚至有大恩的众生在那边受苦，所以我们这个极乐世界天人在那个地方自然而然看到那个境界的时候，自然他就那个菩提心啊，就能够任运的不断的增长。好，所以不用担心到极乐世界太快乐了，然后乐不思蜀，那不可能的。到那个地方去，好，就可以看到十方众生受苦，好，就会这个时候就发菩提心。好，那你然后你看到这个十方诸佛在那边教化众生，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之下，运了广大的神足通，现场去听。好，就像各位现在透过网络的听法，网络听法那当然效果会比自己私下听录音还好，但网络听法再怎么好也比不上现场听法的来得好。好，那所以在宫殿楼阁当中，好，看到这个十方诸佛说法教化众生，就能够在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之下现神足通，当下的过去现场听法，这就是天人来说。那么就菩萨来说，极乐世界菩萨来说，他在宫殿楼阁的这个墙壁地面等处看到十方佛土的时候，能够使他悟入世事无碍的中道的理。当然菩萨也是有证悟了，但是呢，这个眼见到这个境界之后，更能够加深他这个了悟的智慧。所以阿弥陀佛安立这个愿呢，并不是说只是让我们满足我们的好奇感，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在干什么，弥勒菩萨在做什么，不是不只是为了满足众生的好奇心，都是跟道相应的。好，所以这个是以这个影像为佛事。好，所以宫殿出了个观十方无碍。好，这个谁然后呢，这个顺带说在宫殿的阁外面有杂树。好，所以杂树就是说有杂宝所成的这个树，一宝二宝乃至七宝，好，这个柔和而成的树叫杂树。好，那这个显现出异光色，好，总共无量变的光色，而这无量变光色当中，每种光就具足很多种香，那么香当中又具足多种光，香光庄严。好，然后呢，宝蓝片围绕，好，就像那个阿弥陀经所说的，七重蓝旬，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一层层的在宫殿楼阁外面一层层的围绕，好，作为庄严。那我们先看到第七页的上面这个经文引述问，第七面的这个上面经文，那看到这个第三十一愿，照见十方愿，设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极乐世界天人哈，这个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的国土是清净的。
怎么样？为什么呢？清净呢？就底下说的，能够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那根据宋一本《无量寿经》里面就说，众生读者生稀有心，就是发自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看到这个境界之后，自然而然就能够想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那种无上菩提心，自然而然就能够升起。犹如明镜独其面相啊，那么若不二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就一般的极乐世界人天来说，他看第四十愿，树中现刹愿，是我得佛国众菩萨，随于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土，应时如愿，以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独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好，所以你看，不只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宫殿楼阁啊，乃至于这个极乐世界旁边的哈、啊，这个七重蓝旋、七重宝树，这个宝树当中也可以看到十方佛土。那这个地方所说的十方的无量严净佛土，并不是说只是看到十方净土，而是包括十方的净土跟秽土都能看得到。好，因为在菩萨的眼中，一切都是净土。好，他看到这个不管净土也好，秽土也好，它的本质就是啊这个。就是这个诸佛，好，他不生不灭的，好，清净的法身，好，所显，好，那么只是为度化众生的因缘不同，所以显净土，所以显秽土，各个不同，所以在菩萨眼中，这些都是净土，他看到这个诸法实相，好，净土秽土当中的诸法实相，所以呢，菩萨他见到这个十方无量严净佛土的时候，好，净土秽土的时候，他这种。中道智慧，世事无碍境界的这个智慧，它就能够更深入。为什么？因为这个就世事无碍嘛，因为无量无量为一。在一个极乐世界的一个树，在这个树上，这个是一，一个树的树上一就能够显现出无量，显现出无量诸佛，净慧二土，因为无量，那么无量，就能够又摄受于一。那么看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增加它。这种中道的智慧的力量。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六面下面的那个表格。好，你看绘图，好，第六面下面最下的表格。你看绘图，好，高山顺行里面人所不知一片荒凉啊，就说在绘图的话，大地啊是没有什么。可以谈谈庄严。你说风景好，那么风景好，那是好不好？只是相对于相对，只是一种相对性的说，因为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功德。而且你说在风景再怎么好，你看久了你也没感觉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珠海山上，哇，山上风景多好啊，多秀丽啊。但是在你平常在用功的人，你也很少往外看，你心也是。都是尽量往内射，而且在风景再怎么好看，就也没有感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影像，由我们的有漏夜所显现的一个影像而已。好，但净土的话，国土清净，然后树中见十方的报佛，这样的差别。好，那这个就是庄严净土的大地的功德。好，我们接着看到第七面附表第七面。第七面的这个上面，那 C 的部分，庄严虚空的功德，好，水的功德，大地的功德，好，那大地完了，接着再谈空中虚空的功德。那虚空功德，它除了庄严之外，再就是以应身为佛事。好，看到这个文，无量宝伽罗罗网遍虚空，种种灵发响，宣陀妙法音。无量由无量众宝交错，落就缠绕，交错缠绕的这个罗网遍满整个虚空。好，等于这个罗网，它这个绳子啊，罗网就像渔网一样，好，这个遍满整个虚空。但这个罗网的本质是由无量的这个众宝交织而成的。
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无量众宝交织而成的，好，然后散发出无量种色光的宝光的罗网在虚空当中，然后罗网的四边呢，有悬挂种种宝铃，而发出这个音响声响。那这个宝铃呢，风吹过宝铃的时候，好，它发出声音不只是叮铃叮铃叮铃的风铃的声音呢、啊，它会这个宣吐微妙的发音。好，那当然在无量寿经的另外的经文当中有说到，它这个不但会散发出微量的那个微妙的发音，同时风吹过的时候，那个宝铃是由众宝所成的嘛，那个宝色黄耀啊，也是庄严，好，非常庄严，而且都是在说法。好，我们看到这个，首先看到秽土的部分，秽土呢，要不然就是烟云尘雾，好，障日月光，好，天空啊，烟云尘雾，障碍日月光，好，这个像冬天有时候常有会雾霾啊，这个发起的时候障碍日月光明，好，那这个障碍日月光明的时候，当然我们心也会受影响，正念也会受影响，或者是有雷火雨泥，好，令人产生恐怖的这种心，好，那这个是秽土的情况，而净土的话呢，好，就是宝罗网的功德。我们先看底下那个经文的部分，宝网功德的部分。宝网功德分为两段，好，第一个宝网罗覆，好，第二个德风吹鼓。好，那宝网罗覆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文，无量宝网弥覆佛土，皆以金缕珍珠百千杂宝奇妙真意庄严教示。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宝网，在这个天空有无量的宝网遍盖佛土。好，那皆以这个金缕就是金线，好，珍珠，好，然后这个金线当中串这个珍珠啊，还有这个百千杂宝，然后那个百千杂宝等等串在那个宝网上面，然后这个整个宝网是奇妙真意。为什么说奇妙呢？因为就像前面一再说的，它这是相光，光中有相，相中有光，而且这个光有无量无量种光，相有无量种相，所以称为奇妙和真意，好，来庄严教示。这个是宝罗网，宝铃呢就是四面悬宝铃，好，光是黄耀，极尽严厉，好，相当庄严的宝铃。好，那先把这个形象先在心中观想出来的宝网宝铃观想出来之后呢，接着再观想德风吹鼓。好，这个风吹过去的时候，先看总标，自然德风徐徐微动。这个自然就是称性的，好，称性的意思。好，这个称性的这个德风啊，所谓德风就是说这个风是有具足功德的。好，那底下会讲它的功德，好，徐徐微动。好，那先讲这个为什么是称为德风呢？先讲它的风的体，起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急。好，风是很调和的，好，不会太冷，不会太热，而且吹过去不会也不快也不慢，这个促成，好，风吹到身上的这种促成，令人感觉是非常愉悦的，而且不但愉悦，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风，这个促成，就在为众生说法。那接着呢，风吹这个衣报，风吹罗网及众宝处，引发无量微妙反应，而不换从温雅德香。风吹到这个宝罗网宝处的时候，那会散发出两个，第一个微妙法音，第二个温雅德香，好，温和雅正。所以雅正就是说，你闻到这个香气啊，你不会产生贪婪心。像我们说八关斋戒的时候，我们不能用香花鳗，好，因为这个是种世俗的香花的香气，会产生我们贪婪心，或者香水会产生贪婪心。好，但是呢，极乐世界的这种香，就像这种沉香一样，好，它是非常雅正的，好，它很温和，但同
然后这个也是有无量种香啊，味道很好，但是呢，它是雅正的。你闻了之后呢，不但不会产生贪婪心，而且在这闻香当中，自然而然就能够跟中道智慧相应。好，所以风当中有会吹出微妙法音。好，风吹过罗网宝树的时候，好，不是沙沙声，而是微妙法音，还有这个香气散发出无量种香。啊，所以。这个岂有闻者尘劳过兮，自然不起。好，乃至讲到这个更殊胜的哈，风触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好，那就像比丘得这个灭尽定，这个灭尽定的乐就超过世间的三禅乐。好，世间最快乐的就三禅乐。好，那灭尽定的乐超过三禅乐，而在极乐世界的风吹过去。接触到身体的时候，这种快乐、清安乐，哦，超过一切世间的快乐，就像比丘的灭尽定一样的这种清安乐。你说我们现在在静坐用功、拜佛用功啊，我们要得到清安乐，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么有时候也是一点点，哦，也不是很强，好，那有时候往往有时候是没有的，好，但是我们因为为了要求解脱，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要用功，哦，所以在娑婆世界修行是必须要有恒力，要有愿力，哦，因为比较辛苦，啊，但是在极乐世界，你看这个，哦，这个风吹过的触尘也好，或者是香气也好，声音也好，这些都在说法，哦，自然而然的，好，哦，就在说法，好，所以这个就是宝罗网的功德，好，这个色香，好，色尘，好，这个鼻子的这个香尘，还有这个，好，这风吹过去的这个触尘，还有这个声音的声尘，好，风吹过宝罗网、宝林的时候，这个散发出声音的声尘，那这个就是对净土的，好的这功德。好，罗网的功德，像我们常常观察这些功德的时候，你这个我们对娑婆世界的这种贪婪的心呢、啊，就能够慢慢放下。那对于往生净土的那种渴仰的心、希求的心，就会慢慢升起。你说我们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我们今天如果说啊，医生跟我讲，某某人得了癌症了，你要不行了，你要赶快走了。你那个生命快结束了，你快要走了。你说有多少修你多你说有多少修净土的人，心中能够坦然，甚至能够觉得这个快要往生净土，我很快乐。我看应该是不多。我们不说别人了，就看我们自己了哈。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敢说我们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呢，平常的时候多一分的准备。好，然后到时候呢，就多一份的自在。你平常多去想这些净土的功德，不只是庄严。那么同时在这种庄严当中，你看这个听法修行是什么样的这种自在，这么样的快乐，也是恒常的。好，那你这个时候，你不但不但享受，你就不但感觉到娑婆世界是没有价值的，然后极乐世界是有价值的，有殊胜的意义。这个时候，纵然哪一天你知道你就要走了，那么就纵然不敢说是个大欢喜啊，最起码你这个心也是能够很淡定的，甚至你这个力量要够啊，这个观慧力量要够，好，知道哦，我快要往生净土了，终于能够去见阿弥陀佛了，一生的修行有了交代，有了成果了，内心是欢喜的，而不会说如果听到这个生命快。生命有危机的、啊，或者快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慌慌张张啊，甚至到有的人到信佛的人，到最后求神问卜去了、啊，问鬼神啊，那个怎么办啊什么的，就不会这样子的。好，希望我们到最后都能够这样子。然后呢，庄严虚空讲完了，接着我们看到第九个与功德成就，与功德就是以花为佛事。好，这个香花，好，从虚空中落出来的香花作为佛事，
雨花一庄严，无量相普熏。好，从天空当中，这个昼夜六时，如同下雨般落下很多的这个香，很多的花庄严。好，然后无量相普熏，好，相普能够普熏十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先看到绘图的部分，欲观往善知识而自虚不足。我们知道一个菩萨道的修行人呢、啊，这个供佛是一件供佛和亲近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观，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第三个广修供养，这三个就是以身口意三业来供佛。好，然后有在这个三业供佛之后，后面才有这个请佛说法。常随佛学，请佛住世这些的，所以 你看这个十大愿王，他是十方这个诸佛的长子，十方诸佛的长子的普贤菩萨，他们共同修行的法门，而且也就是说，十方的等觉菩萨共同修行的法门，十方等觉共同修行的法门当中，你看跟供佛亲近佛有关的，就占了，我刚才讲就这个六七件了。好，占了过半，所以这个亲近佛供佛很重要。但是呢，在娑婆世界，想要供佛或供养善知识啊，往往自居不足啊。你不能说，我今天到这个好去拜见师长，我心意到就好了啊。当然，如果说真的有的人，他真的像弥勒支巴大师一样啊，这个。穷的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你说心意到了，那还可以。但是也不要各位也不要这么想。密勒支巴去见马尔巴上师的时候，第一次见的时候还供养他一个铜钵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有对善知识有这样的恭敬的心，自然而然会有他相应的恭敬之行。好，我今天见到我师父，看到老和尚，我当然知道老和尚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我自然而然会供养他一些。这些供养之物，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娑婆世界，往往众生的福德有限，有时候要供养啊，供具不足，所以在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障碍。所以与宝以供佛，还有庄严这个地面，还有这个散这个香气。好，那这个底下的风水散花遍满佛土，这个文比较简单了哈。这个就是讲根据《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极乐世界这个昼夜六时这个散香散花种种方言的的这个情况。好，可以看到第八面。好，第八面最上面的。好，第24个愿，好，共聚随意愿。是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具正觉。这就刚刚说的，好，菩萨他修十大愿王，好，那他要供养这个诸佛，好，那供养诸佛的时候，这个地方所说现其德本，现其德本指的就是以至诚心来供佛，称之为现其德本。好，在这个地方指的就是以至诚心来供佛，为什么呢？那德本，这个本就是说一切功德的升起的根本，一切功德升起的根本从哪来呢？从佛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常随佛学等等等等，好，这都从这个都是从佛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亲近佛，供养佛。好，所以这个德本，就是以至诚心来供佛，这是德本。那如果供养之具不如意的话，不取正觉，好，所以没有这个障碍。好，接着看到下面第10个光明功德成就，这是以光明为佛事。好，看到这个文，佛会明镜日，除世痴暗明。这个佛会明镜日，我们这个可以从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佛的智慧。就像这个清净光明的太阳，
好，犹如宁静之日，犹如清净光明的太阳。也就是说，这个解释的话，等于就总摄上面的这些颂文。你看上面颂文，这个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以这五尘四摄庄严的五尘来说法，只是我们在眼见色、耳闻香，乃是身受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好，对，自然而然就能够假借这个外在五尘境界，而使我们的心处于中道智慧当中，自然念佛、念法、念僧。这个是佛陀智慧啊，大善巧的智慧，就像清净光明的太阳一样，能够去除世人的痴染明，好，见识尘沙、哦、无明三种痴染的，好、哦、这种黑暗。好，这第一个解释等于是前面的一个总结。以上所说的一切，都是佛慧明镜智所成。好，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这个佛的智慧，依着佛的智慧的体而显现出明镜之智。好，这个日明镜之智就是这个日者，就是光明。好，佛的智慧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光明，而能够除去世间的痴染明，好，能够使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乃至极乐世界以外的众生，都能够破除他内心的痴暗。好，那这两个解释都可以，但事实上这两个解释也可以说是好，也可以说是相融通了，因为这个五尘的说法都是在佛的这个大光明的境界当中显现的。好，所以佛的清净法身这种大光明当中显现出这种五尘说法。好，那所以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前面的总摄，好，我们透过前面的这个颂文观察，确实这个都是阿弥陀佛大善巧，好，大慈悲大善巧所成就的。那么我们底下这个表就是这个第二个解释，好，来谈。好，秽土是由日月之明而众生心暗，就说我们娑婆世界虽然有日月的光明，那有日月光明，当然有日月的地方，我们众生的心也能够比较去读正念，但是呢，还是有限，因为太阳光底下，我们还是会起烦恼，不是说太阳光底下就不起烦恼，太阳还是起烦恼，只是说在黑暗处更容易起烦恼，差别在这里，好，我们只是一般的凡夫了，因为一到晚上的时候，天黑的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各式各样放映的时候，好，出现了。所以虽然娑婆世界有日月之明而众生心暗，而净土呢，光明非秽，能为秽用，不可思议。光明本身非秽，就是说它本身不是抉择的智慧。好，比如说什么叫智慧？我们啊，《金刚经》好，这语言文字，这是一种智慧的文字般若，一种智慧的相状。那光明它只是个色法。好，在讲极乐世界的光明，它只是个色法，它本身不是说这种语言文字这种相状，所以称为光明非秽。但是呢，能为秽用，能够产生智慧的功能，所以它是不可思议的。那怎么说呢？就像底下那个见闻利益所说的，你看，见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佛光的时候，可以产生四种功德：好，除障、生善、灭苦、得乐。除障的话，好，遇到极乐世界光明照耀的众生，这个三垢，这个贪嗔痴三毒啊，都能够消灭。这个地方所说见闻利益，指的不只是极乐世界的众生，也包括极乐世界以外的众生。我们如果说这个忆佛念佛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佛光的加持，三垢消灭。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为什么我们上课前我们都要放个佛号，就是让大家悉有众生欲思光者三垢消灭。好，听闻佛号的这个是音声，而且又是这个唱功上人唱的有加持力的佛号声音，听了之后，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这个三业的这种贪嗔痴烦恼就能够消灭，这是除障。那生三业的生善的话呢，就是身意柔软，欢喜踊跃，三心生厌。
好，身心柔软。啊，为什么柔软？就是因为没有烦恼才柔软。啊，一个人这个与人相处的时候，常常对立，啊，不安定。那么或者呢，这个与人相处，或者是这个内心的，常常自己起烦恼。就算不跟人相处，自己在那个地方独处也会起烦恼的。这个就是内心刚强，啊，被烦恼所覆盖住了，所以内心刚强而不柔软。但是呢，在佛光照耀之下，身心柔软，而且欢喜踊跃。好，欢喜踊跃就是这个会有这种清安乐，啊，善心生烟。这个在佛光照耀之下，种种正念，啊，这种善念和升起。再来灭苦的话，就是讲到若在三途即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无苦不恼。能够对被佛光照耀的众生呢、啊，就能够灭除三途的这个苦恼。我们看过那个公案呢、啊，讲那个地狱众生呢、啊，啊，他有个地狱众生，他过去生是念佛的，然后他堕地狱之后，他很惶恐，就赶快念阿弥陀佛，就念了佛之后，这个就光明照耀，地狱粉碎，他就脱离地狱了，而且跟他在同一个地狱的人呢、啊，都沾他的光啊。哦，等于说，就这个等那个同个区块的同个域区的人呢、啊，同样都跟着沾光，都一起脱离地狱了。好，灭苦，在得乐好受众之后，见蒙解脱。好，这见闻的利益。好，那当然这段文化指的是这个极乐世界以外的。那如果在极乐世界内的众生，那当然。那个得到光明的加持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因此之故，阿弥陀佛他有十二个名号，你看这个十二个名号都是以光明来赞叹，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还是超日月光。当相与叹，就是当相与叹，就是说他就有他本身来赞叹。那么既对显圣，就是比对，跟别人比，跟别人比是五对，好，那么是跟别人比是阎王光等等，好，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好像这些经文我们就不用仔细解释了，把它解释起来太费时间了。好，各位要不清楚的话，可以去看我们那个无量寿经，好，关于无量寿经的录音呢、啊、或者讲记啊，好，都有讲得很清楚。好，接着看到这个，好，所以以上就是第十个光明功德成就。因为这个光明作为佛事。好，接着第十一个看到生功德成就，这是以名号作为佛事。你看阿弥陀佛有十二种光明的名号功德，无量光乃至超日月光。当然在极乐世界的众生，这个光明当下就可以摄受。好，他就是沐浴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大光明之下嘛。那这个时候大光明之下五乘说法。好，他当下就念念不离，好，中道智慧，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他是不舍任何一切众生，乃至净土以外的众生他也不舍。好，那么净土以外众生不舍，那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名号，在名号当中，好，阿弥陀就包括无量光、无量寿，在名号当中就名以昭德，在名号当中就总摄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光明的功德。好，所以这个就是不舍净土外众生，以名号来总摄光明的功德，然后来摄受净土外的众生。那这个就是这个生功德成就。好，这个生指的就是名号。好。名以昭德。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梵生无生也，惟妙文十方。梵生，这个梵是清净的，清净的音声。那么这个梵生可以指的就是净土的这个声名，极乐世界净土的声名，这个梵生。那么可以指的是生，就是名号。总的来说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
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全体的功德那个总摄。所以就像念佛圆通章所说的，我们在忆佛念佛的时候，如染香人，身有香气，那是持着明月相光庄严。我们在忆佛念佛的时候，就像身上佩戴的香一样，我们本身没有香味，但是佩戴香气之后，哎，慢慢我们身体也有存留香气。那我们在忆佛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阿弥陀佛的清净法身合而为一，互相交融，无二无别。就像这个房间里的灯光好几盏，全部交融在一起，无二无别。那么在这种不思议变当中，就能够悟生远。什么叫悟生远？就能够使十方世界的众生能够悟入生远。什么叫悟入生远？就是悟入法性，这个极深，极远的境界，这个叫悟生远。深就是深入法性的原底嘛，叫深。远的话就是法性遍满法界，这个远，能够悟生远。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微妙，而且是闻十方的。微就是微密不可知，妙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这个名已昭德啊，这个受持名号之后，能够成就世间乃至出世间的一切功德，成为妙，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个声音当中，就能够总摄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然后使众生也能够圆了这个声音，而能够悟入深远。所以它这个是微密而不可知的，所以这么微妙，闻于十方。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呢，十方众生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假借持名这个方式，就能够总摄刚刚前面讲的，佛慧明镜日，处世慈安明，能够摄受佛的这个智慧日的这个功德。那我们看到底下这个，这个表，先看秽土。秽土，比如说世间的国土，它虽然有善法，但声名不远。所以有的国家，它虽然也修种种的善业，但是呢，声名不远，因为世界人都这样子啊。尤其你看现在网络世界，这个你要讲说是什么谁啊，做什么好事啊，这个大家都不太喜欢看。我要讲就花边新闻啊。讲那些恶人恶事啊，哇，大家很有兴趣啊，点赞啊，评论啊，点阅那个评论啊，一大堆。对，那相对你要讲说谁谁谁他发慈悲心，然后去帮助一些穷苦的人什么，那可能就是几个人看看就算了，可能看个标题就自动忽略。所以娑婆世界众生的习性就是这样子，这个修善不容易，那习恶很容易。所以国土虽然有善法，但声名不远，或者这个国土的名声虽远，但不微妙。不微妙就是说没有像阿弥陀佛的名号一样，你听到名号就能解脱，这种闻解脱啊，听闻受持就能解脱，或者名声微妙但不能悟，就说虽然名声微妙，听到名字也能够得到利益，但是呢，不能够使众生开悟。这种开悟的功能，什么叫名声微妙啊？但不能悟悟啊！我曾经看到那个智者大师在那个在止观里面说啊，他说这个根据道家的这个道术啊，这个道术，比如说这个两军在对战对垒的时候，这个他就开始吃个咒啊，什么兵列于前啊什么的。你去完整突然忘了，兵列于前什么那几字真言，我就能够得到这个加持。那这个可以也可以说这个声音是很微妙的，或者是说是他是讲到那个治病，跟道一种道术，道家的这种术，是有某种病，然后呢，你就念那个木瓜的名字，就我吃的那个木瓜，念那个木瓜的名字就能够治那个病。这也是那种道术啊，他这个名声也是很。可以说奇妙了，说微妙谈不上，说很奇妙的，但是不能悟，但是不能够使众生啊开悟，没有这种开悟的功能。
但净土的话，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声名，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远播，而且微妙，而且悟。好，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讲义第九面。好，这个悟悟，悟就指的众生了，使众生能够开示悟入，好，这个佛之之见。好，这《法华经》里面说啊，十方诸佛出现于世的目的就是一种，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开示悟入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众生能够证得法身，好，乃是能够成佛。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就要必须，就施以全十二法，好，为时施全，开权显师，乃至最后汇入全十不二等等的，好，这《法华经》的思想。好，那这个就是透过语言文字来开悟众生的这种规则。好，但是呢，阿弥陀佛的名号它很特殊，它本身就能够有这个为时施全，好，开权显师，全十不二的这种功德力的存在。就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当然这个持包括事实包括理持的哈。怎么说？我们直接看这个表，你看这个表，第一个得六圣，这六圣就是俱舍论里面所说的这种世间的福德。好，你持佛名号可以增福报。一般人会说，我这个求福报，修药师法门呐、啊，或修观音法门啊什么的。当然，如果说你修药师法门、修观音法门，或等等其他法门，是可以培福，对，没错。但是念阿弥陀佛一样可以得到福报的。念阿弥陀佛不只是求往生呢、啊，念阿弥陀佛一样可以得福报。我们看那个莲师大师传记啊，有一次有个地方缺雨，那么莲师他们请莲师大师为大家祈雨，莲师大师也没有说那个结个坛啊，然后那个送个什么海龙王经啊，或者什么吃个什么咒啊，修个什么法没有？他就很简单的拿那个木鱼，然后带大家敲，好，敲木鱼带大家念佛，啊，一边走一边念，然后他走到哪，那鱼就下到哪，那老人家那个大威德力啊，好，这就是佛号，一样可以这个增加世间的福报。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念佛只是为了求往生，其实也不对的。那时常念佛，它也可以增加很大的福报。好，那我们底下这个得六圣，底下我们列的这个经文嘛，哈，六段经文，生善去乃是行坚固，在这个六段的这个经文，好，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念佛可以得到啊，这个世间的福德。当然，对于一般的人，比如说他求福，我还是鼓励他去修药师法门。因为一般对佛法不是很理解的人，你说你求佛，你就念阿弥陀佛，他一想到阿弥陀佛，他就想到那个，他就想到往生佛事啊，那个助念，他觉得这个好像，他觉得好像很不吉祥一样。这个都是世间错误的观念，时常念佛是最吉祥的。好，你看这个《引无量寿经》的经文，好，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说说，《无量寿经》的经文，你要求福，你阿弥陀佛一样可以求福。那底下正三昧正不退，这个就不，这个呢就必须要有理持。好，前面得六圣这个事实就可以了。好，事实就是持佛名号有能有所，然后正三昧正不退，这个就是理持，在持名当中好，能够好跟那个好体真执，好，或者这个离二变分别执，好，体真执是空性慧，离二变分别执，好，这个就是中道智慧相应。那这个各位学止观就知道这个怎么修了哈。那你不知道怎么修没关系，你就先好好试持。这就是说，在这个持名当中不只是把这个念佛当修定的所缘境了，而是在念佛当中真的是忆佛念佛，一种如此一母的心来念佛的时候，你第一个就可以得到六圣六种殊胜。但是呢，你的在这种六种殊胜的基础之上，你再加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从事实转到理持。好，那这个时候
在这十名当中可以甚至可以正三昧，然后正得不退转。好，底下全部我们后面都有引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哈，来作为引证，从第九页到第十页，好，这各位自己看就好了。好像看不懂的话，看不或不太懂的话，各位可以去看我那个无量寿经的那个哈那个讲解，我们这边就不解释了。所以这个就是名号物物之功德，为时施权。好，以种种这个 ，OK， 通过名号可以给众生，好世间的福德力，好或者开智慧，好或者这个乃至于这个行坚固，好的那个菩提之行能够坚固，好这个世间的福德，好那乃至呢通过名号可以给众生出世间的功德，好这个这种福慧具足的功德，好能够正得三昧乃至能够正果。所以这个就是泛生物深远微妙文释方物深远，你看从这个经文当中就很明显的就是确实是这样。所以也不是说我叫求福报，我一定要这个修什么法门，或者是我今天要开悟，我念佛就不能开悟，那个都是不懂这个道理的人的误解。我们各位下去看看这个底下所引的经文就知道了。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待来日回向。各位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下课。